自从禁止网售电子烟新规发布后，目前主要电商平台均已下架电子烟产品。据了解，目前已经有京东、天猫等九家电商平台屏蔽电子烟店铺，并下架电子烟产品。多家电子烟企业也已经关闭所有电商平台店铺，实现全网产品下架。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现阶段针对电子烟的监管重点在于保护未成年人，下一步还将加大监管力度。